大家好，我是平平 Priscilla。这个星期我都在旧金山，今天要带大家来到这间米其林一星的餐厅，叫做 The Progress。它是由两层木头、石头和瓷砖构成的一间餐厅。它的餐厅内遍布着漂亮的绿色植物和天窗，吸引着各地的老饕前来品尝它的美食，还有他们原创大胆调味的菜色，许多的亮点都令人期待。而且他们自由农场的鸭子更是一道引人注目的盛宴，配上脆脆的花生炒饭，当它从厨房送出来的时候，总会引起众人的目光。走吧，让我带你去品尝这米其林一星的美食餐厅吧。也让我们通过轻松的饮食经验和优美的钢琴音乐，让我们的身心灵得到最快速的调整和喜乐。